哎，丁总，不好意思啊，今天郑总真的没时间。没关系的，你忙你的，我等着。还等着呢，这姓郑的也太做得出了，连面都不露。张丽的事儿肯定是他干的，那就逼他主动见我。丁总，您慢慢吃。谢谢。李总，您来集团开会啊？来见郑总，他没空见我。那您慢慢吃。哎，以后晚点回来。啊，丁总在啊。丁总，哎，你们好。哎呀，是郑总太忙了，没空见我，只能等他。啊，那您先坐。好的。你说这郑董会不会对丁总有意见啊？说是都在那儿坐一上午啊，这郑董啊就是不见。这会不会搞针对啊？哎，神经。谢谢。把这个给李总了。丁总，郑董请。麻烦了。不错，丁宁，现在要挟的方式都玩得这么明了了，这个不符合你背地里耍狠的风格。没办法呀，时间紧任务重，您没时间见我，我就只能一直在外边等您了。哎，让全世界都看到我气量小不能容人。看到您日理万机，为集团鞠躬尽瘁。求人得有个求人的样子啊。郑董还真是未卜先知啊，已经猜到了我来找您的原因了。哎呀，这个圈子里哪有什么秘密？那你已经听说了万丽现在目前的招商困局，想必能伸手帮一把吧？增加招商预算啊？对。你还是年轻没经验呢，对做财报和预算方面你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这么大的集团要在 Q3 增加这么多费用，你让我怎么跟股东们交代啊？那您找张丽替对家牵线这事儿就能跟股东们交代了吗？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郑董啊，你给万丽挖了这么大一坑，不就是想我过来跟您低头服个软？我现在人来了，您怎么又退了？别把咱俩关系看得那么敌对嘛！我年纪虚长你十几岁，论辈分来说你还得叫我叔叔。所以今天我教你一个道理：光想着凭自己的才干就能翻天改命，这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人重要的是运，有没有贵人相助，这很重要。你的意思是，只要我做你在集团里的一把刀，你也可以做我的贵人？我这人惜才，这就取决于你的态度。可惜了，我不喜欢做别人的狗。丁丁，别装着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不甘心投靠我是觉得自己还有才能跟我一斗，将来有机会取代我，坐到我这个位置上，都是利益而已。郑董，你想多了，咱们还是回到业务上吧。不好意思，今年万丽的招商预算已经封顶了。虽然我也特别想帮忙，但真的按不住。毕竟我得向董事会交代。听明白了，
感谢郑总的点拨，但就算没有集团的费用支持，我同样可以把问题解决好。那我祝你成功。总在郑董办公室外等了一天啊，啊！哎，你这么一个爱惜羽毛的人，怎么愿意跟他低头呢？你特地来看我笑话呀？我就觉得你跟一流氓讲道理，不是自找难看吗？啊！你不会以为啊，他还真能被你说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激一激他，我就听不到他说实话，就不知道我们可退的底线在哪。那如果我试了所有的可能性，集团还是不出手相助的话，那万里就只能背水一战。那你觉得靠你们自己打匪乐城有胜算吗？鱼儿主动游过来了。这过了半个小时了，鱼儿会游过来吗？别急啊，这不是来了吗？服务员，来个卡布奇诺，多加奶啊。黄总，哎，丁总，辛苦了，黄总。哎，关总，快，请坐。哎，坐坐坐，坐。不好意思，来晚了，主要是路上太堵了。没关系，黄总，这个点就是堵。上次酒局的事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声谢谢呢。嗨，多大的事儿，小 case。黄总，那我就不绕弯子了。你在电话里说愿意用斐乐城的商场落位图和洽谈租金的条件跟我们做交换，不知道你交换的条件是什么？是这样的，斐乐城呢给我们这些品牌啊提供了非常有吸引力的条件。但是我的心在两位这儿。至于条件嘛，其实我要求也不多，全额的装潢以及下降10%的租金足以。哎，稍等一下，下降10%的租金，黄总，您在趁火打劫了。哎呦嗨，说了哪儿的话，丁总，我们牌子不大，但是一旦我们跟万里签约的话，其他的品牌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影响，这条件不亏吧？黄总，您的条件恐怕我们没有办法配合。稍等一下，关总，我这边跟黄总说几句话。黄总啊，今天呢肯定是我们两位叨扰了，但是走之前呢我想说几句话。首先呢，这个斐乐城的业主啊，他是刚刚进入到商业地产这一行，根基不深的。但是我们利亚集团完全不一样，在二三线城市的业主非常的有影响力。那么日后您这个品牌如果想进入商场的话，这种可能性呢您自己权衡一下。还有就是呢，今天咱们三个的见面保不齐就会传到斐乐城的招商耳朵里面。真的。最后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虽然在斐乐城这件事上黄总您没有向着我们这一边，但没关系的，我们一定不记仇。之后您在斐乐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随时找管文，管文解决不了的您来找我，我帮你解决，我说话算数啊。黄总辛苦了，先等等。丁总，管总，我的心还是向着你们的，足矣。
真的没想到张丽的心这么野，连 T 二也要挖。从这个落叶图上来看，他们基本把咱们厂内所有的国际品牌都搬空了。已经开设品牌，如果真让他们搬，涉及到合约期和摊销费用，没那么容易。但是你看，这些我们印象中要谈还没有谈定的品牌，如果他们想撬过去，操作的空间非常大。来，肥乐上虽然答应100%的装补，但是为了嘎平他们的财务账，他们的租金比我们高10个点，无非也就是用未来的钱来补现在的空。装修费用呢是需要集团来批复的，但是作为商场的经理呢，同意给几个品牌在租金上做深度的支持，我还有这个权限。那么下一步第一家从哪家下手呢？这个、现在 降3个点的扣点，这个商务条件呢的确算是有竞争力啊。但是我也不瞒二位，其实对于我们新开店的品牌而言啊，装修投资是一个大头，所以你们如果愿意出装补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拍板，一定选择你们范例。姚总，我们万丽现在已经是在走上升趋势的成熟商场了，这个装补对于我们来讲委实是有些难度的。我跟丁总今天亲自登门拜访，就是要表现我们万丽的诚意，我们是非常愿意让你们 CNH 入驻的，即便是之前我们已经临近签约，你们有一些动摇和反悔，我们也都能理解。但对方开的条件真的是让我无法拒绝呀。一个品牌选择商场，我相信不会只看商务条件吧，否则在满大街不都能开你们的 CNH 了吗？姚总，如果真的是不能拒绝的话，今天您就不会不容来见我们二位了，直接跟对方签约就好了，是吧？那还不是因为您跟对方没有正式的合作过，对他们的管理运营能力还有所迟疑吧。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张顾问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张丽不过是个招商顾问，他在圈子里的人脉关系再强，那也不过只是一个招商顾问而已。等你们品牌落定了，商场开完了，他就功成身退了。他能负责你们品牌的未来和销售吗？可我们万丽近半年的表现呢，整个市场他都是有目共睹。我们虽然不能帮你们去分担你们开店的这个成本，但是我们可以保证你们品牌在我们商场里的形象和未来的盈利。给你们这么低的租金，对一个品牌来说这是一个长久的受惠吧。当然了，你也可以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到对方那儿，可是等到那个时候您再想回到我们万丽拿到这么好的位置和这么优越的商务条件，恐怕是没有可能的。关总啊，嗯，后边还有几个会，咱们就先不打扰姚总了，您就先仔细的考虑一下好吧。嗯，先走了。还用去下一家吗？等等吧，姚总应该很快给肥皂厂打电话了。用我们的出价去压对方，十有八九。斐乐城开的是商场，不是做慈善，背后总是要算账的。就算他们现在出得起现金给那些新进的品牌补贴装修费，但是租金不能一降再降，总是要挣钱。所以啊，我们这算是断了人家后路吗？支持降租金是丁总您的提议，我可什么都没参与。你们这是要跟郑董全面开战的意思吗？我这次要跟他好好干一场，我不会让他好过。哎呀，他做这个局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你跟他低个头，或者退而求其次，在最后的结果上压倒你，让你没面子自己主动走。不过你倒好，不但不认输，还不惜一切代价打算跟他拼命到底。
这战争是他挑起来的呀，他既然想打，我就奉陪到底，不会轻易举白旗的。嗯，最近跟管文有没有进展？不好。主动点吧，大哥。你有主意啊？投其所好，他喜欢什么就照着来，行不行啊？是你女朋友多还是我多？喝什么？专程来堵我的？你都一个礼拜没搭理我了，我总该来问问为什么吧。我跟公司的管理层争取过了，但是在租金方面啊，他们希望再降一下。我们提供的是全装补，你们现在拿着全装补开店装修，不需要任何成本。我希望品牌方也可以体谅一下我们，我们大家双赢嘛，在租金方面真的是很难再降了。都可以商量嘛，啊，要不这样，您的意见呢我们已经收到了，请您先回去，我们再商量一下。之后呢给贵公司一个答复，这样行吗？哎，请。你怎么知道我躲着你啊？你都好长时间没有主动跟我们说话了，我在群里回了你消息了。回跟主动说是一回事吗？我都认识你十几年了，你心里有什么波动变化我能感觉不到吗？我怎么惹你了？不是你，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老公吧，上次我们在外面撞见王总之后，你态度就变了。我们俩最近确实吵架了，因为我他跟我说让我跟你保持距离。他说的对，你是应该跟我保持距离。他最近抢我厂子里的品牌，把我都快气炸了，我恨不得我灭他满门。哎呦我天哪，小万你能我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租金很难再降。哎呀，王总，急什么呀？这个可以慢慢谈呀。慢慢谈？怎么谈啊？现在 C 人是在压我的租金，如果说其他一线品牌都提出同样的要求，按照万利的租金水平走，我二十年我都收不回成本。王总，您一定要记住，跟万利相比，斐乐城本来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现在有希望也是全靠的我。好了，今儿就先谈到这儿。既然你都猜到了王丽人怎么想，为什么还来找我？不害怕这次我站在他那边给你挖坑啊？你不可能，你都为了我跟他翻脸了。现在老后悔了，你知道吗？我这次就应该重色轻友。那你试试啊。我来找你，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心思重，想得多，所以我想告诉你，不管外界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我们这么多年感情。当初我们在一起是有多纯粹，现在跟将来也是一样。我们三个是绝对不能闹翻，都已经说好了一起养老。哎，我才不要跟你一起养老呢，好不好？我有老公和孩子呢，
也麻烦你，关小文，赶紧找个男人负责你的后半生。我不要，我不要，我就要赖着你。反正我现在单身，你跟你家老王也闹翻了，我们两个在一起刚好可以孤独终生。哎，你走开，你走开，我不要。神经病。你们家王总一会儿来接你吗？别提了，我最近没有住在家里，我住在我爸妈家呢。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了吗？夫妻吵架，床头吵完床尾和。你们两个不要因为我闹成这样。跟你没关系，是我们两个自己的问题。反正最近我们都需要彼此冷静一下，想一想后面应该怎么办。我回来了，又点的外卖。妈来过了，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草莓冰在冰箱里。不过来吃点。没胃口。怎么了，萱萱？零号，这是什么呀？丁宁。哎，这么巧？巧吗？我在这办卡了。最近除了中午晚上有应酬，都在这儿。你不是知道吗？哦，一时没想起来。坐这儿，咱一起比比器械呗。我检查一下你最近的健身效果。不发烧啊？有毛病吧？跟一个女人比负重啊？不是，你以前不一直喜欢赢吗？比呗。不好意思。没关系，你练吧。我去跑步了。我也跟你去跑步。你别跟着我。一会儿运动结束之后一起吃个宵夜呗，我知道一家餐馆螺蛳粉不错。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啊？我怎么了？行为有点失常。就是前几天吃午饭啊，我们一女同事把这个耳钉是吧落在饭馆的桌上了，我结完账回来看到他这个落在桌上了嘛，我就顺手把它放在口袋里，想回去带给他来着，结果就忘了拿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你脑子里整天在盘什么呀？我要真的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会让你知道啊。
了，轩轩，别胡思乱想了。我们在一块儿这么多年，我要想看上谁，早就看上了，是不是？还会等到咱们领了证、结了婚，再伸那条腿啊？林浩，你是想跟我好好过日子吧？那还用问啊？那我们要个孩子吧。哦，干嘛呀你？出了什么馊主意啊你？我让你投其所好，没让你跟人比赛器械呀。我怎么知道呢？他那性格就跟个好胜的公鸡似的，赢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乐趣。哎呀，我这么凶悍的女人，我真不知道你看上她哪儿了。你是嫌自己命太长呢，还是有自虐倾向啊？行，不跟你说了，我睡了啊。明天早上我还得跟客户谈降扣。哎，今晚让我睡一阵吧。那个我爸看了我信用卡了，你不能借此不救吧？你可真逗，那么多女朋友，还没一个人收留你了。我们领证这么长时间了，难道不应该要个孩子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突然跟我说这个话题，我还没准备好。我怎么就突然了？你还要准备什么呀？不是，萱萱，你看啊，咱们酒席还没摆呢，咱们别着急。那好，我们什么时候办酒席啊？我最近太忙了，再等等吧。还要等多久啊？我都30多岁了，再等下去的话，我就是高龄产妇了。你知道的，我们以前掉过一个，如果我现在不怀的话，我怕以后就晚了。你不想要是吧？那算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你想生，就生吧。那好，那我约个时间，我们去医院先做个检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CNH 的姚总来电话了，说斐乐城答应他们在原来的租金条件上再降5%。哼，我们这个对手还真是财大气粗，不计后果。降完的扣点就跟我们开出的价格差不多吗？那我们就再降2%。你让我跟着万丽降租金，不可能。你不做，那这个机会就拱手让给人家了。现在低头认输，等于直接把斐乐城送上了舞台。未来10年，他们只会越来越好，我们就没有赶超的机会了。就是最后一击了，你必须拿出魄力来。走了99步了，在最后一刻让我放弃，我不甘心。无非就是钱的事情，路我帮你都铺好了。就是钱的事吗？你说的倒是轻松。我找你来当这个顾问，不是让你帮我散财的。既然你玩不起，那就不做了。哎，你找万丽投降啊。不做了？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跟我说不做了？当初是你拍着胸脯跟我说，以你的招商能力，我们斐乐城是可以做奢侈品的，是可以跟万丽搏一搏的。所以我才会去说服所有的投资人改变投资的策略，重新投资。怎么不能做啊？能做呀。你们现在就是怕花钱，你们想10块钱的成本做出100块钱的事情。哎，现在这种便宜占不到了，你来怨我。升级的预算是跟你一块商量的，你说够了才继续往下推进的。怎么可能今天2000万，明天再追加3000万？哪一个公司可以这样？你以为投资人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早就说了，斐乐城这种半路出家的，小气的很，不能接。要不是郑董亲自来找我，我根本不可能帮你做这个项目的招商顾问。
原来是利亚的内部斗争，要拿我们斐乐城当牺牲品。反正现在局面呢，就是这个样子，对方已经是破釜沉舟，坚决干到底的样子。你们要是没这个魄力，那就趁早，别玩商业了。怎么了？怕了？胆量不是一向很大吗？我是怕你没有办法跟集团交代。如果让斐乐城抓住机会做起来，我跟集团才没法交代。这一仗，我们不能输。最后一次。你真的跟林浩商量好了吗？打算什么时候要啊？越快越好吧。哦，那可得抓把劲儿了。那酒席的事情怎么说呀？这个倒是没有提前计划，现在订酒店都挺麻烦的，怎么都得提前一年看吧。也是啊，不过你们都领证了，等生的时候一起办也是可以的。林浩怎么还没来啊？你是不是跟他讲错时间了？没有啊，我跟他说的是一点呢，我给他打个电话。你接啊？陈轩轩，陈轩轩在吗？要不你先去做检查，走。临时被叫去开会，恐怕赶不回来了。林浩肯定是被什么事给耽误了，他哪像你这么有空啊，单位里的事情很多的。他说他开会去了。我说是吧，林浩就是一个靠谱的孩子，他忙工作那也是应该的嘛。啊，所以我就活该永远都被他排在最后一位，对吗？行了，别老甩脸子啊，回去的路上当心一点，等报告出来了我再跟你说啊。抱歉，真的没有可能再谈了。是和对方已经签了？还没，不过快。啊！没想到斐乐城为了从我们手里抢品牌，居然可以这么不计后果。其实我之前已经做好了一版普兰 B， 本来以为会用不到。不需要，这和我们原来设想的相差的太远了。从一个年轻潮奢的购物中心一下子落到一个社区型的商业项目，那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比你更不想换方案，可是我们手里没有弹药，打不过人家斐乐城。你想放弃啊？当然不想了，如果只为我一个人着想的话，结果不到最后一天落定，我绝对不可能主动投降的。说的对，只要这些品牌没有和对方签约，我们就还会有希望。你笑什么？我以为你会劝我收手，找一个更实际的方案。你就这么看我呀？不是，只是在实际跟理性面前，我能理解你的妥协。因为你要负责的是整个商场，你要顾虑的东西更多了。
居然会有这么一天，你管文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对方去考虑，体谅对方，挺好。这样吧，这些天你一直连着加班，今天早点回去休息，明天继续讨论。明天见。拜拜。王总，约了 CNH 谈开电细节，恭喜。谢谢。关总，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几句。我找你是私事，为了小秋。小秋还没有搬回家啊。我给他打了几个电话，他都没接。我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他那么爱你，你们两个吵架，你觉得他能过得好吗？王总，你应该主动找他聊一聊。小秋的个性，我相信你比我还了解。他一向都是外柔内刚，自己转不过去的弯，谁劝都没有用。这个扣还得你自己来捡。待会儿我去接他回来，谢谢你。不用客气。什么时候他俩的私交这么好了？